手肖芳起台北报道，还分散在立新戏三明治女孩的逆袭中，饰演张丽昂的好闺蜜，精明能干，陪助她打点公司大小事。然而私下两人首度合作，七集第一印象，海芬指出过去曾主持电影《等一个人》咖啡记者会，当时张丽昂也是配角，站在舞台最边缘，一般在访问主角时，站在旁边的人都会发呆分心，但张丽昂不同，他头会侧过来专心聆听，这种良好家教让我印象深刻。张丽昂和少女薇分手后首度接戏，他和海芬两人先前读本，张丽昂开始找到角色情绪，像个小朋友一样向他撒娇，表示你不在我没有安全感念，让他立刻融入角色，立刻回干嘛了，耍时魔娇真让旁人大笑。他和新戏女主角叶星辰的缘分从花甲开始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一路上的坚强革命情感。他指出叶星辰很特别，不像许多新人会特意多话争宠，只会安静的在旁边做好分内事。我们这次读完本还特地为了角色约出来聊天，一句一句练习，我们真的很想把演员这件事做好。海玉芬专访记者赵世勋社，张丽昂组叶星辰拍摄新戏《三明治女孩》的逆袭，资料照记者潘少棠社，海玉芬专访记者赵世勋社，海玉芬专访记者赵世勋社。